咁咧話都冇咁快啊！咁我哋呢一節咧最後一個表演咧又嚟到呢一度啦。咁樣咧呢一隊啊就係我哋最後呢一隊嘅表演。我哋有請魔女巡遊 Team Night Let's get it.
先咧，我哋就演咗兩首歌啦。咁咧，我哋咧就自我介紹下先，因為大家都未熟悉我哋啦。咁咧，我就自我介紹下先啦。咁我係 YY。我是粉橙色担当，而我最喜欢的 board game 就是折马战。有没有喜欢玩折马战的朋友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黄色担当的马可依，我最喜欢玩的桌游是麻雀。Hello， 大家好，我是 Mute。It's time for us to unmute。我的代表颜色是粉红色，我最喜欢玩的 board game 是三国杀。唔係豉油，亦都唔係生抽。大家好，我係婚姻草色嘅代表醬油。我最中意玩嘅 board game 係犯罪現場。大家好，我係白色擔當嘅 Misaki。我最中意玩嘅醬油係大手茶。大家好，我係橙色擔當嘅阿 Kuni。阿 Kuni。我最中意嘅 board game 係爆炸貓，有冇同我一齊玩啊？Hello， 大家好，我係淺紫色擔當嘅 Hazel。最中意玩嘅 board game 系博企鹅 ，thank you。Hello， 大家好，我系灰色担当斩咬柴嘅阿柴。咁我最中意玩嘅游戏咧系机密代号。咁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有三首歌送俾大家嘅。咁希望咧大家都可以 enjoy 我哋嘅 show 啦。咁接下落嚟咧，我就将个糖交翻俾我嘅伙伴啦。Bye.
気づいちゃいました。毎日何十秒離れまくったお菓子は他よりちょっと甘くなるって前に聞いた。そうなん、さすがにそれなんかやだけど私は言われたいタイプでして、もっとわかりやすくていいんだよ。お待ちしてます。願い、何しても真係非常之多謝佢哋嘅表演啊！咁我哋用熱烈嘅掌聲再一次多謝佢哋。係啦，咁啊時間咧，我哋又嚟到三點鐘啦。咁啊咧，我哋呢一節嘅表演咧就已經完㗎啦。咁但係咧，一陣間啊嚇三點半鐘咧，咁我哋咧會有一個日本知名嘅 cosplayer Will， 咁佢咧就會嚟我哋呢一度做一個訪談嘅。咁